好，洗车食饭，预埋你噶啦。大吉利车队。哎呀，阿只斯普埃上升得咁鬼屎快，我哋啲收入点追得佢上呢？真系千长啊，同你商量一只事情。什么呢？你有冇可能借200万俾我？你食咗生骨大头菜定系蒜头酱加啲加？你食得多啊？我保证半年之内，我连本带息还翻你，按银行利息嘅定期利率一年期借俾你。妈住先。你讲到咁复杂，你身为一只先锋顶火部嘅部长，你有什么能耐啊？我更大口气，我真系得噶咯，我朋友讲就天下无敌，做就有心无力。我个朋友同我非常之铁嘅关系，佢话一定得噶。讲来听下先。即系嗱，你冇过，你先竖三个手指，你发誓你唔会讲出去先。你蠢嘢嚟噶呢个？你讲是冇讲啊？知计啊！我朋友呢，佢就喺省城啊，一个呢风景优美嘅地方开发咗个楼盘，咁佢呢就话呢负责销售㗎。佢话近期省城嗰啲郊区嘅楼盘跌咗好多，咁佢有呢就5间别墅就急于清盘，哇，光价130卖出嚟啊！你都杀我啊！我哋执啲挪地产，到时卖冇出去或者再见你个屎眼。你放心啦，我朋友话如果我一次过买5间嘅话呢，咁佢就再可以再平啲，等于半价发售。佢话保证半年之内，我哋咧将佢卖出去嘅话咧，一定至少每套屋赚20%到30%不等。作死咯，半价未听过呢。气啊，都系气就气咯，半价别墅啊，系我同佢关系更铁先得噶。佢哋话志在清货，急于资金回笼啊。啊，饮杯冻水清下脑袋先，瞓醒未啊？哎呀，我记过噶咯，套别墅，佢啲个连体别墅100万，5套扫晒佢500万哦，我原价成1000万哦。我都知道啦，完全清楚啦。咁钱呢？钱问你借我？你杀我啊！我有钱借边你，我使喺度傻呢只 CPI 涨得快过我哋。咁你有我朋友嘅一路罗咩冇啊嘛？不如咁啊，千姐啊，嗱，我有路罗，你有权力。我哋两个不如拍字想筹佢500万，喂，然之后我哋去炒呢5栋楼啦。我哋冇有收黑钱啊！咁你谂变法啦？我已经知我信用社嘅信用主任都叫我过嚟谂变法啦。你叫佢过嚟，一路嚟讲，所以话白天冇只广人，夜天冇嘅广鬼啊！咁你讲嘅是人定是鬼啊？啊哈！佢该系人就系、是，该系鬼系鬼。诶，两位。两位，阿李主任过嚟坐下啦。你有嘢商量。阿某，同你商量个。你系管泰丰嘅事不是？不是，我就唔会过来啦。系啊，讲嘢够够个，即系咁，我哋两个，佢哋两个。你莫讲得咁复杂，作一只部长表达要清晰，知冇？啊，我想同你贷款500万，有冇桥？500万啊？对。我半年之内咧就连本带利还俾你。但是我哋农村信用合作社咧呢度即系500万，即系你就。唔系，我哋两个人，一人贷250万，或者佢村长佢贷300，我一句说话得定冇得？得就唔系话唔得。总之得啦，搞掂。但系呢，你哋两个咧，你个信用额度会唔会夸张咗啲咧？什么信用额度？我想问我村长个金字招牌冇是信用额度。千长佢可以贷几多名咯、啊？根据我现场嘅目测咧，千长咁嘅造型咧，最多50万。慢住先，目测造型判断可以贷几多钱、啊？如果再根据深入啲分析，可能50万都冇。有冇搞错、啊？咁下次部长贷得几多？部长咧就根据我目测咧就又目测啊啲啊，20万到左右啦。我知唔知廿命啊？佢50万，我起码30命攞你条命啊！系得咁多噶啦，冇我哋要500命啊！等先，哎、我50命，你诶得20命、30命，顶晒卵加埋80命，何来500命啊？你谂变法啊？你身为呢个泰丰部嘅部长啊，即系咁样啊，阿部长，阿千长，讲啊，你听我讲，嗱呢件事咧就唔系话冇办法，你讲吧。
犯法啦，咁啰嗦。咁千长你咁多签文，咁你以佢哋嘅名义贷款咁咪得咯？佢哋知道咗，我哋筹翻天哦。啊，理得佢错嘛？家阵谁是千长，谁大啊？有冇可能冇俾佢哋知啊？咁可能唔系冇嘅，咁你谂个办法攞晒佢啲身份证过嚟咪得咯？咦，咁就容易咯。只不过是我的权力范围之内，要佢哋交，佢哋够胆冇交嘛？每人帮我哋替个20万嗰人搞掂嗰条收啦。不过20万啊，2000万都冇问题啊。你讲噶，我哋买屋冇有够钱揾你替。我向你汇报我的成绩了，进展如何？我一共收了20只签文的身份证，包括有这只恩了啊，包括有那只死人托钱部长和他老婆顶顶、我计过条数，每人贷款20到30不得，那我们500万的数字就凑分了。所以话你呢，就等你做死一世都是部长冇你醒目吓。有乜问题啊？你搵嗰只私人托钱部长啊，搵嗰只咁嘅诸多机构嘅硬油，攞佢哋嘅身份名义去贷款，佢哋眉尖眼翘，你搵都搵啲乌钉钉嘅，闻到棺材香嘅嗰啲啦。乌钉钉闻到棺材香有咩好处啊？咩二叔破三叔公嗰啲啦。咁搵佢哋有咩好处啊？你可以用佢的名义贷款，佢又冇知什么是贷款，贷完还咗佢都冇知，万一我哋未还，佢钉鬼咗冇有使还啊？所以话你真系巧，你冇使到最尽次，知冇？佢又系喎，咁啊叫晒个班老嘢攞嚟贷款就系咯，好似脚立棺材嗰啲。阿妈姐，先生啊，有只好重要只问题喎。什么啊？我啲人讲咧，贷款好似有个年龄限制，要太老冇得贷款哦。搵嗰只李主任搞掂佢啦，咪搵佢做什么啊？唔系啊，嗰只李主任啦，好鬼啰嗦噶，佢仲平日同我暗示啊。要俾啲友约佢啊，你知识友啊叫我冇可能噶、你算罢啦。乜佢睇正我斩我眼，我唔睬佢啫。咁你家下想点直接讲啦？咁你只女啊，唔系即你讲多次。你只女可爱嘛？同佢劈你二砂糖，同佢饮啖茶，然之后同佢讲塞啲钱俾佢噶。你冇晓自己出去玩吗？收得几多钱啦、啊？咁你又话你几百名都贷翻嚟，搵只女人塞下佢把口有几难啊？佢又冇谂到嗰度，佢只不过系即系觉得佢冇谂，你帮佢谂，唔系你点煽风点火啦？咁样啊，会唔会违规操作噶？一路系一路系啊，千长啊，部长部长都话冇讲错错啦，错错多啦。就系咁嘅错噶，就系李部长。就系咁嘅，咁样咧我就睇咗你哋嗰啲递过嚟嘅资料，怎么样？睇清楚按个目测咧，你又目测啊你啊？呢一班嘅人呢个年纪咧就好似大咗少少。我冇你咁多，反正凑足人数可以发放贷款搞掂 OK。咁即系咁，你过嚟咯，过来嗱、我哋嗰啲咧就500名系嘛，咁、我哋咧就谂过噶啦。啱先我咧就请示个厅长话，你帮我哋搞定咗之后咧，就仲有神不知鬼不觉某位呢班人知道情况之下咧，保密保密啊！俾翻点样10%提成佢好啊？1%。好多嘅5名啊，介绍咗就1/1000，1/1000嘅提成嘅。你两位咧就即系。咁样睇我就真係唔啱。我搞咁样睇你只係打算咁样梳埋你。千长就咁嘅。咁呢我就过嚟呢条千做嘢呢就时间就唔长。不过我年纪都唔細，我又想成返头家咁样啦。冇问题啦，恩由姐妹我阵间介绍俾你，再埋千长隻女。咁千长个女呢，我啲可话为相当简单，你搞定咗呢坛嘢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咁我好难签名㗎喎。你签咗个名，你嘅终身大事我帮你搞定啊。包搞定包生仔。系咪真㗎？签名签名。你搞掂佢。千长你以你名义保证喎。你签啦系呀。好啦。真系多只龟啊，千长啊，你真系打算牺牲只女俾佢啊？佢都失望嘅，过来过来。你将三叔婆介绍俾佢。三叔婆太香啲，大佢好多。你同佢讲三叔婆是我只契女嘛？三叔婆又大过你仲契女啊？冇得嘅咩？咁啊！喂，
嚟生疏婆啦。就妈二叔公你带我去奔我。哎呀，同你去办埋呢只信用卡啊。信用卡乜鬼嚟噶？我同你讲啦，我哋去省县啊睇睇亚运会嘛。咁我哋出省县啊带咁多银纸就冇咁方便，对冇？啲后生讲嘢。我哋带张信用卡过去呢，就方便好多，买什么一碌嗰只卡就得噶啦。哇，嗰只卡咁神奇啊！碌色仔咁碌就得噶啦。咁样要点样搞只碌色仔嘅信用卡？再来只只农村信用写办啦嘛。得唔得噶？我哋一把年纪啊，搞啲高科技啊。佢话冇相关嘅，我哋过来就申请啊，凭身份证就得咯。哥哥仔，哥哥仔，我越嚟越仰慕你喎，你越嚟越生潮啊！当然啦，先生你好，系我哋嚟办呢只信用卡，申请一只碌嘅啲嘅信用卡。你放心啦，信用卡系我嚟碌嘅，系咁你哋嘅资料带齐未咧？资料，成个人都喺度俾埋你睇啦。其实我哋办信用卡嘅手续咧好简单嘅啫，只要你身份证填个表有担保人咁就 OK。靓仔哥哥啊，有啲老眼昏花吓，填表就冇你帮我哋填下。哦，冇问题，冇问题，我帮你处理。身份证在这里，然之后咧，佢是我的担保人，我是佢的担保人。我哋互相担保，反正我有面价俾佢啊，吓。我哋冇经济关系嘅。你可以放心帮手填完表，我攞信用卡去省商啊睇亚运会啦。好啊，咁你稍等一阵先吓。啊好，冇该，搞掂咗，我哋揸住细细张好似卡片咁大张嘅卡咧，就去省商咯。到时我要周围滴滴佢，碌碌佢啊。呢位先生吓，呢位女士系。点啊，靓仔？就咁样嘅，根据我哋嘅记录上边咧一睇咧，你哋系被列入黑名单当中。黑名单。包括黑名单，我哋某事黑名单咯、啊。简单啲讲咧，即系话你哋嘅信用记录唔好，即系话你哋曾经有贷款，但系迟咗还。我哋咩叫贷款啊？三叔婆，泰国嗰啲银纸系嘛？咩叫贷款啊？贷款啊，即系借钱咁解。借边个钱啊？我上世人都冇借钱啊！我借边个钱冇啊？呢位先生呢位太太嗱、你哋呢嘅记录上面呢分别呢都系借咗30万。30万系不过呢系还咗㗎啦。还咗得啦。但系嗰半年时间里面呢系根据呢银行不断催促咁样你哋先还，所以你哋嘅信用记录呢就唔系好嘅。我几时借30万，我全副身家都冇有30万。你都上岸嘅，我有30万使搵你申请信用卡啊。咩回事？查清楚啊！当时呢笔款项咧，系攞嚟买别墅嘅。买别墅？我边时有买别墅啊？搞错啊！你系咪搞错咗、你搞错咗，搞错咗！绝对冇搞错嘅。上边资料显示咧，个屋主系戴鹌鹑。戴鹌鹑。深圳清水河村啊，20几名村民啊，莫名其妙留低信用嘅黑记录，而家我要状告银行，不过银行都话佢自己都系受害者咁讲。哇，我呢度2000几蚊，咁会唔会仲有第二啲噶？好难讲啦，你喳喳林去银行查下至好。啊，不小姐，我请假，我走先，拜拜。喂，你系蛇王定真系去查噶？开心就好，人生多么无聊。大吉利车队。时时发牢骚，日日笑声抖。